2003年，中国经历了一次历史上罕见的危机，一种被称为 SARS 的病毒几乎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首都北京尤为严重。即使如此，航天员的训练也没有停止。这一年的5月19日，在载人航天工程第30次最高层会议上，做出了中国载人飞行发射如期进行的决定，这如同对当时的形势注射了一针强心剂。航天员们的家都在这幢楼里，平时他们都在单位集中生活，只在周末才能回家。这也是他们在这次上天前的最后一次回家，而明天就要返回大队做相应准备。你看我那相片还不多。翟志刚爱好书法，爱折腾儿子的玩具，爱跳舞，爱模仿赵本山，还是航天员男生四重唱的一员。这还有你们这一些光棍，这是不是光棍？翟志刚是一位孝子，考上飞行学院时，一个月给他发12块钱的津贴，他只给自己留下2块，其余的全部给妈妈寄回去。我记得拿回来那一板子呢。因为表现出色，长得也帅气，常有记者给他照相。他的这张照片曾经上过《中国空军》杂志的封面。杨立伟会弹吉他，能唱歌，爱打球，是单位里短跑记录的保持者。据杨立伟母亲说，儿子小的时候就说长大了要开飞机，娶媳妇要娶一个开火车的。后来杨立伟果真开了飞机，妻子却不是火车司机，而是一位中学教师。妻子张玉梅虽和他在同一所中学，同一个年级，却是后来从县志上认识他的。因为杨立伟当了飞行员，县里把他当成了名人。32.8，32.824。聂海胜当飞行员时是单位的业务骨干，选上航天员后，团长舍不得放人，曾经开玩笑地试探他：“留下来吧，我抱你骨折行不？”聂海胜的妻子也姓聂，叫聂杰林，女儿取名天祥。当初听说聂海胜也要去参加航天员选拔，聂杰林坚决表示反对。做飞行员的妻子本来就一天到晚心里不踏实，对丈夫所要选择的这一步，她像所有的亲属一样充满了担心。和聂海胜争执了半天，她赌气说，你要去就离婚。聂海胜说，婚坚决不离，去一定要去。最终聂海胜从上千名优秀战斗机飞行员中脱颖而出，成了一名中国航天员。聂杰林也成了航天城的一名科技人员。航天员的家庭都很和睦，这也是飞行部队的一种传统。因为飞行员随时面临危险，他们把工资全部交给家里，做妻子的也尽量不和丈夫闹别扭。一位航天员曾安慰妻子，说自己开飞机就像骑自行车一样，出不了什么危险。为了寻找到一处理想的着陆场，从1993年至1996年的3年多时间里，共进行了6次大规模勘察，最终决定把主场选在内蒙古四子王旗，副场选在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西北边缘地区。着陆场的场区选择是有许多约束条件的，比如飞船可返回着陆的机会应尽可能多，场区范围应足够大，还要人烟稀少，地势平坦。
这个出了，这是监控遥控。是这个不是必须是吧？这个就是出了问题了。这个传令员一旦有伤，必须要往后送，就放253一后送的时候，飞机也不行的情况下，要用车子送。在返回舱着陆时，厂区的气象条件要求无雷电、无冰雹，而且地面风速不超过每秒10米。你这个气象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台站。我们提前3年，我为什么找做事局的查？3年以前我就告诉他要下决心把这里的气象弄清楚，因为这周围没有气象站。当飞船返回时，如果着陆场地面的风速过大，返回舱降落时就很可能倾斜着地，会对航天员的生命造成威胁。所以着陆场的气象条件决定了神舟五号飞船能否按时发射。对这里的气象人员来说，当务之急是收集100米以下浅层风的各种数据。载人航天工程专门成立的一个回收测量部，大本营设在四子王旗所属的大庙村。他们有最先进的跟踪搜索设施，并配属了5架直升机。孙福英参加了全部神舟号飞船的回收，这次他担任空中搜索分队的指挥长。除了这个主着陆场之外，还布置了东风、银川、榆林、邯郸以及海上等9个应急返回区，为此还成立了相应的空中应急搜索队。飞船运行的每一圈都做了应急返回的预案。一建议保人员就位，明白。采气完毕，舱门一开启，一建议保人员进舱。航天员已出舱，建议进入医疗救护程序。现在开始进舱，请搜救人员协助抬担架。就位，还得往下一点。航天员被动出舱完毕。几天后，着陆场完全按照飞船预定返回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全过程的综合演练。10个月前上天的神舟四号无人飞船已经将飞船轨道经过的空间环境情况全部记录下来。中科院空间中心已从目前遗留在太空的9131个空间碎片中筛选出可能与神舟五号发生碰撞的危险碎片，为神舟五号的安全飞行画好了路况示意图。这两天，世界上最先实现载人航天的2个宇航大国，美国和俄罗斯相继发表声明，欢迎中国人进入太空，祝愿中国飞船飞行顺利。美国和俄罗斯的2名宇航员也宣布，他们将在空间站用汉语欢迎中国同行。2003年10月8日，由7万多个元器件组成的神舟五号飞船，经过连续多日的独立测试之后，开始与火箭吊装对接。
长征二号 F 火箭是中国目前推力最大、可靠性最高的运载火箭。它与其他火箭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在顶部安装了一个像铜管乐器一样的东西，它是逃逸救生火箭。危急时刻，逃逸塔上的12台发动机自动点火，只需3秒钟就能将飞船带到1500米以上的空中，并降落在安全地带。在神舟一号飞行之前，中国做了世界上仅有几次的逃逸火箭地面试验。好。